藏大学影剧艺术学系三年级的刘品瑜。这一次参与马克白的制作，我们班从前置过程到最后演出，在这些排练过程中就增加了大家的默契，然后更棒的是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完成一个独立的制作。撩了以后要给观众一个空白挡着，挡着结束了之后手才会出来，利用手来讲葛莱密斯考特，好像你抱到了这个王位，才会抓，才会走，才会这边还要回头看，还会达到预言所告诉你的那样高位。但我却为你的天性感到忧虑，充满了太多人情冷臭，使你不敢走上前进。玄奘大学影剧学系是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觉得 surprise 的系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一个具体实践的科系，它会把你想要做灯光、舞台、音响、服装、化妆、表演、导演、行政，全部经过各个每一个不同专长老师的授课之后，一次在我们的总体课程，就是我们学制当中呈现。所以这次马克白，你看到莎士比亚，你看到他爵士，你看得到全新的不同的棍子舞，这种总体课程的方式呢，就是在印证你在学校所学的、所教的、吸收到的多少，你成功了多少。例如，如果你的梦想已经开启，你要怎么去验证？就在我们的。